在游客眼中，南丫岛是宁静淳朴，洋溢住丰富人情味的小岛，但原来这里居住了6000多个居民，分散在10多条村落，当中既有原住民，亦有很多外籍人士，生活习惯各有不同，怎样令居民和睦相处，维持治安呢？2012年尾，南丫景岡推行一项名为一村一景的计划，善用每间当值的7位警员，专责岛上不同的村落，主动同村民保持沟通，包括透过短信、社交网站等电子媒体，村民甚至可以直接致电专责警员求助。一开始我哋实行呢个计划嘅时候，其实啲村民唔系太习惯嘅，佢哋唔咁习惯咧呢个警政模式系突然之间好主动去接触佢哋，因为佢哋平时都系惯咗有事嘅时候就会打嚟警岗啦，或者打999，咁警察先会出现嘅。但系喺我哋呢个计划之下，就是当冇事嘅时候，我哋都系会去出现，去用一个关心作为一个朋友嘅角度去同佢哋接触。喺南丫岛执勤，其中一个挑战系呢度中西文化夹杂，如果问题处理不妥，好容易造成冲突。呢度岛上面居住大约有6000多人啦，咁有30%咧系外籍人士嘅，两地嘅文化系有差异嘅。例如外国人啦唔明白中国人嘅社会，佢过农历年嘅时候咧就会大锣大鼓啦。原住民咧亦都唔理解外国人嘅文化，例如圣诞节佢哋会开 party 开到通宵达旦嘅。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，警方咧就会介入，有时会开一啲座谈会啦，大家互相认识对方嘅文化。这个计划实施了之后，跟纠纷有关的投诉是减少了很多的，而村民也都很认同我们的工作。I live on Lama for like 18 years, so I really feel safe on Lama Island because the policeman here is really nice, they are really helpful. The policeman told me I can call them anytime I want.警员会切身处地了解和关心居民的需要，特别是独居长者。针对岛上的长者未必时刻可以接收到资讯，当有台风消息或者其他恶劣天气，警员都会主动通知他们。南丫景岡甚至为岛上独居长者安装电话一按键，只要按一下就可以直接接驳去警察专线求助。做呢個計劃的同事咧，其實就全部都好投入嘅。佢哋同啲居民咧已經係接觸到一個地步，當對方攞起電話聽佢哋把聲，已經講得出佢個名啦。基本上只係你哋嘅屋企人，你哋先會做得到咯。好金通啦，而家好咗好多。我住南丫島住咗27、28年啦。嗰次我行去陳家村咧，就行下咧，咁誒突然之間行到陳家村前面有一棵大樹嘅。我自己只腳咧就覺得好痛好痛，真係冇本事行啦。咁我跟住咧就攞個手機出嚟打電話俾索罟灣嘅警崗，就佢好快就嚟揾到我咯喎。慢慢咁，居民都變得好主動同警員溝通，發現可疑人物都會即時通報，有助提升破案率。南丫島有一些比較有價值的沉香樹，這是我們的特色。另外會有一個問題，就是會有非法入境者，警方就會將一些訊息就發放給這裡的村民。當他們有發現可疑人物進入我們這個島上的時候，他們會盡快通知我們警方，我們會即時作出一個適當的調度，執行我們的行動去堵截這些非法的行為。其實我呢個島上邊咧都有涉及其他嘅問題嘅，例如狗嘅問題啦，會有冧樹嘅情況出現啦，亦都會有發現蛇嘅情況出現嘅。咁其實呢類嘅事件咧未必直接同警方有關係嘅，但係村民往往咧第一時間就想去揾警察，我哋亦都唔會介意，正正反映到咧村民對警察嘅信賴。有任何事第一時間會揾我哋去幫手解決佢哋嘅問題，呢個亦都係正正我哋計劃嘅目標嚟嘅。
我哋同事咧其實就好多才多藝嘅，佢哋首先就全部都有接受過調解訓練，因為喺日常生活入邊，全部都係靠口述去同特別一啲老人家溝通啦，所以我哋溝通技巧同埋調解係幾專業嘅。咁因為南丫島係冇車嘅，咁所以咧同事出去工作咧只可以靠步行。咁佢哋嘅單車技術同埋山藝技術亦都係極度好。系，咁啊揾个失踪人士。好。除咗日常工作外，南丫岛嘅警员仲做咗好多其他嘢去推广警民关系，例如派传单、举办一啲讲座或者同乐日，务求令南丫岛嘅居民对警方嘅工作多一啲了解。我哋嘅口号系离岛全知己，村警若比邻。其實很多時候在這個村做村警，除了以警察的身份去處理事件之外，很多時候我們會更加以一個半個社工的情況出現的，去接受市民的聆聽、求助、傾訴。聽落咧個工作量好像比以前多了很多，但是其實長遠來講，因為我們幫村民解決了一些社區問題，令到村民與村民之間的生活融合了很多，即是說他們求助警方的數字也是下降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的同事其實除了制服放了工的時候，基本上都是南丫島居民的一份子。